我们是被逼的，官逼民反。他答应我们的，这是他答应我们的。他说好，他说好，说好，他说好。再不散会，我们就一直要冲了。李凡先生，对不起，这个没有办法。我们连一个公听会都来不到，他也不跟我们协商，他根本不听我们的声音，他也不听我们的声音。我们一定要拍桌子，一定要拍桌子。哎，好小手，好啊，好小手，好小手，预备好啊！手拉手，手拉手，手拉手，一边唱歌，一边唱歌，一边往前走。我们是被逼的，我们是被逼的，我们一边唱歌，手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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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不散会，请各位帮我把手拉起来。把手拉起来，把手拉起来。在我刚刚说，他答应我们的。好、哦，就是他答应我们的，就是、他骗我们。台湾很黑暗。他骗我们。我们手拉手，手拉手，手拉手。我们每一排都把手拉起来，好吗？所有的人，每一排都把手拉起来。我们把手拉起来，我们面向那个，面向那个，我们又开始要预备。我们手拉手，手拉预备。我们手拉手，手拉起来。李凡先生，我们不是要针对你们，但是为了下一代，太阳花二姐。
场的安全也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也注意到。哎，一定不要冲动，一定不要冲动，一定不要冲动。我们来唱诗好吗？唱诗好吗？手牵手，手牵手。不得已，我们来祈祷，
你的身体，你的要你要你就转向，就是不然你就离开，不然就离开。我们来投票。你这边变音，你不是变音你就离开。啊！冲吧！你不叫开门！开门！开门！请问一下，就是小朋友的教育好或不好，是不是有很多因素会造成小朋友的教育就是可能是不好的？如果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当然第一个受到父母，第二个我总觉得喜欢当我哥哥的跟屁虫。第三个，大家休息一下，请坐。因为都是晚上，我们更不要离开，就是不要离开，到学校去，就是老师跟同学。是，那跟父母的关系主要是什么？受到父母的影响，主要是生活作息啊，生活这些嘛，对不对？对对对。是，然后其实还有其他的话，就是包含，就是说可能在学校的学习、老师的对待，然后还有学习资源多不多嘛，吼。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叫做文化资本这件事情，其实跟环境是非常相关的嘛，吼。那现在我看到就说吼，有委员他提了一个这个第1079条之一的部分，吼，就是修改这个有关这个收养，吼，收养的这个条款，他提出了一个征修条文说，法院为就是。法院为未成年人被收养之认可时，应依养子女最佳利益为之。然后征修条文是，法院为权项之认可及收出养媒和服务者，为收出养评估报告时，不得以收养者之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特质等为理由而为歧视之对待。我想问一下部长，你的看法如何？基本上我们在收养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上面，完全是以子女最佳利益来做综合的考量，所以绝对不会是单一的东西，单一的是这样的。所以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任何的歧视都不应该在这里，任何的意义都是这样，包括我们讲话，直接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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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那如果这一条不是，我们今天要活动委员在跟我们里面的公民同胞们在讲话。
会有钱。现在里面的五月份加油打气。为什么物资没有办法进来？请问为什么面包跟鸡蛋没有办法进来？长官，为什么？有些时候跟鸡蛋店员说不准我们做进去。
原来应该是要继续，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逐条，但是非常遗憾哈，就是有这么多的反对的一个声浪，那为了不想造成社会的对立，那所以呢，在我们就是也事缓则圆，因此呢，现在就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协商的一个结论，就是本案逐条审查前，为广纳各界不同意见，故应先一召开两场公听会，分别由许淑华、赵伟于下周，以及由尤美女、赵伟于下下周各召开一次。二，同意各版本草案于第九届第二会期结束前，于委员会审查完竣，审议过程不得杯葛。三，今日议程进行至审查结束。我们不能离开哦，我们要等里面的人全部出来才离开，好吗？里面的人要上完厕所才能离开，好吗？我们要给他们有英雄式的欢呼，好吗？唱这首歌，手牵手。对，唱这首歌之前，跟你旁边的伙伴握握手。握你旁边的手，说辛苦了，你是一个好公民。你是一个尽责的公民，你是一个好公民，你是一个尽责的公民。各位，我们继续要关注这个法案，我们没有叫你善罢甘休。好，可以把我的麦克风声音大一点吗？我要请各位回去关注你自己所在的户籍所在地的委员，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有表达立场。各位，打电话、传真。Facebook、Email， 请你回去。今天这个聚会没有在这里结束，我们回去，我们未来的路还有很长，我们未来路还有很远，我们要继续的关注我们自己所在之地这些大议事有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我们呢会常常的关注。好，我们现在来唱一首歌，就你旁边的一起。
我们欢迎李碧阳网络的大家长，我们周牧师来到现场。他从早上到现在，75岁的长者，从早上到现在，为了下一代，我们给周牧师拍拍手，我们给周牧师鼓励，谢谢他，谢谢他。要拍手的大声一点。这个时刻，不是我们，我觉得可以考，好像得胜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成为神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移我们的恶行，神就要从天上垂听，他要赦免。要医治这里，所以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刻，只要我们是称为神名下的子民，好不好？我们一起跪下。没事没事，坐下来。跪下。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自卑在神面前。我们祷告，我们寻求神的面，我们先转离恶行，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先认罪悔改，在神面前一起同声开口祷告。主啊，来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恳求你，我们生气的地方，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主啊，赦免我们这地的罪，洗净我们这地的罪，主啊，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在你身体的这当中，主啊，赦免我们，主啊，赦免我们。的不公不义，主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屈膝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这些天成为你名下的子民，我们先要自卑来到你面前，自卑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你，我们承认。我们的百姓得罪你，恳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我们自卑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不够敬畏你，主啊，我们哦，主啊，主啊，常常关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关心我们的国家，没有关心这个土地，主啊，我们要承认我们对一些性别哦，主啊，比较特殊的人，我们爱心不够，主啊，求你把你的爱赐下来，让我们更真实的来爱他们，让教会有力量有权柄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我们也再次来到面前
说，我们为过去主啊教会不够合一，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合一才有前面。我们感谢你在这一段时间，特别在今天，主啊你把合一的恩膏赐在我们中间，以及我们看见我们合一就有前面，我们合一就有影响力。主啊这个合一这个前面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要看见你要继续工作在我的中间。我们自卑祷告，我们单单寻求你的面，我们要转第二些，教会要先转第二些，转一次你从天上垂点，你从天上赦免，你医治台湾这个土地，有无辜人的血的罪，大有钱的罪，欧洲淫乱的罪，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给我们爱心，给我们智慧，继续往前，继续的往前，一直到我的国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我的国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用主的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同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一切试探，叫我们脱离什么，因为我哈利路亚，亲自哈利路亚，如同周牧师勉励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开始。回去请关注你自己地方的立委，我们起来喊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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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们里面的学生还没有被放出来了，我们继续会关注他们。谢谢委员，我们看一下是徐玉仁。协调以至于今天的法制委员会可以休会，我们掌声谢谢苏院长好不好？谢谢院长，谢谢院长，谢谢院长，谢谢院长。他们现在里面还在协调哦，应该是保六总队会送他们出来哦。那我们最后，我们请各位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打开你的手电筒，打开你的手电筒，我们要一起照亮这个世界。请各位把手机拿出来，打开你的手电筒。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盏小小的烛光，可是我们在一起就可以照亮整个天空。我们就可以照亮整个天空，我们就可以照亮整个天空。我们请镜头往前面打，镜头往前面打。请各位把手机拿出来，打开你的手电筒。我相信，今天不再会是中华民国在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好，我们先切一下，那边的画面，请把声音切到。决定大家尊重，应该要审这个法案。确实，他希望我们可以希望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够去表达。所以最后呢，我们决定呢，要以司法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两场的公听会，一场由我来召开，一场大家听我说啊，大家先听我说好吗？一场由司法委一场由我来召开哈、啊，那一场由尤美女委员来召开。那么这个是司法委员会的公听会啊。那么如果各位觉得我们应该要再办更多场的公听会，这个当然是不关司法委员会的事情，我们当然可以另外去办，不管是用各种名义。但是我们司法委员会就是召开两场的公听会啊。那再跟大家先说明一下，我们希望呢，在下个礼拜我们来召开公听会的时候，各位朋友，你们的意见，不管是用书面的，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发声的管道，我们非常欢迎让我们知道哦。不管是游委员所召开的公听会都是一样，重点是我们希望这个议题在今天的台湾可以很理性、很公平的被讨论。我很多人在问说，为什么我们要去为很多人来订定法令？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在台湾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应该要保障他的权利。但是这件事情说明法，我们认为还是有很多必须斟酌的空间，应该要让更多的意见来表达，我们委员会才能够在委员会里头好好的来审查，让各方的意见都能够表达。我想我们13位在委员会的委员，我们都很清楚，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各位不同的意见的表达，让我们未来在司法委员会的时候可以做出更正确的一些判断哈。所以呢，我觉得很多的人在问说，好像两场的公听会不太够。我刚刚讲了，两场的公听会是以司法委员会的名义，当然各位觉得有必要再召开，当然也是可以用你们各自或者是用各政党的这个哦，这个我就不多说，当然可以继续。但是司法委员会两场的名义，我们希望邀请各方的意见来，我们都能够很理性、很公平的来讨论这件事情，好吗？谢谢大家，那。
那我跟大家讲完，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委员一定我想每一个委员当然有他自己必须要去捍卫跟相信的价值。那我们以国民党来讲，我们尊重每一位委员他自己所要捍卫的价值。但是呢，像今天我们所有的委员，我们包括徐玉仁委员还有我们总召也来了，他也觉得这场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要透过公听会让更多的人去表达。我们开公听会不是要个别去捍卫各自的立场，我们真正希望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是不是我们总召来了，廖国栋廖总召也来了，那我先请徐玉仁徐委员，也是司法委员会的委员，好不好？好，谢谢徐委员。好，我们欢迎徐玉仁委员。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辛苦了哈。我知道今天你们都在这边守了一整天，我们在这个司法委员会在里面开会，可是你们每一个声音我都有听到。我知道大家对于我提这个民法九百七十二条修正案有很大的反弹，那我要跟各位说，我丢出来的这一个讯号是告诉台湾的社会，我们要对话，因为同志的议题在过去台湾十几二十年来常常就被泛政治化。每一次我们每到选举的时候，我们台湾选举的 cycle 又特别快，每两年一次选举，只要一到选举，同志就会变成是族群分裂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要跟各位说，我今天在立法院我捍卫的一个价值是所有人权平等的价值。我知道动民法对所有人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今天在跟法务部长答询的时候，我特别问他说，如果今天我们去修民法的话，牵一发动全身会有什么问题，我要他表态。然后他也跟我说，如果这个民法修的话，那会有很多其他要改的地方，需要有配套措施。那我要跟各位说，立法委员的职责一部分是倾听民意，第二部分是监督政府做出重要而且是呼应民意的决定。如果今天我们的法务部对于这个问题从头到尾都不敢表态的话，那请问一下，是把这个问题直接丢给立法委员吗？这是不对的一件事。如果说这个社会需要对话，那为什么法务部他的特别法没有立出来呢？为什么要等到立法委员丢出一个修民法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才会这样子互相的冲撞呢？我要跟各位说，今天这个法案不管有没有通过，你们互相跟同志群众、异性恋、父母任何一个人都不是敌人，都不是敌人，请你相信我，都不是敌人。我们都不是敌人。然后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在立法院所做的事。今天淑华和我从早待到晚，没有一刻要放弃。那每一个立法院的委员绝对不会有像你想的这个黑箱作业。今天在委员会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看得到。希望你们可以继续的聆听，然后继续的在这个理性的基础下继续努力，继续的帮助我们去监督这个政府，继续的表达所有不同多元化的声音。我想这是台湾最重要进步社会的价值。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我今天早上五点半进来这个场域，正在架设我们的灯光。我已经看到好多弟兄在这里在做预备，也跟我打了招呼。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经过了十几个小时，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经验。我看到了十字架的军队在这里，刚才当大家高声呐喊哈利路亚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愿神帮助大家，好不好？我们的神只有一位，不论你是天主教，不论你是基督教，甚至其他的宗教都一样。
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坚决的捍卫，坚决的捍卫圣经的教导，好不好？好。我个人现在不是用国民党的总召的身份，而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立法委员的角色，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立法委员的角色，来陪同大家。我们要谢谢苏华委员跟玉仁委员，从早上到现在坚持到底。我们提出了多场次的公听会的要求，但是执政党不签署，不签署。啊，我们坚持的是捍卫我们的价值，对不对？对。我最后要说的是，我们必将再起。我们必将再起，我们必会回来，我们必会回来。愿神祝福大家，谢谢，谢谢委员，委员，委员，好，要走到，谢谢，谢谢。主要委员还有一些话，我想在这里，现场还有不同的声音，现场还有不同的声音。我要跟大家表达的是，我们今天在司法委员会。我们没有要捍卫哪一方的立场，我们只希望每一方的声音都能够确实的被听到。没错。所以我们希望在公听会的时候，希望大家我们真的可以和平理性，并不是要去羞辱任何人。我们让我们公平，台湾的社会真正能够来讨论这件的事情。但是我也必须跟所有的朋友表达我个人的立场。国民党，我们没有任何的版本希望委员去支持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自己捍卫自己的价值。我个人我会支持特别法，或许很多的朋友他不认同，他不支持，但是这是我对我自己认为应该要保障他们的权利。但是我知道我各位不需要为我鼓掌，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他觉得这里是一个歧视的法案，但是我今天也特别告诉你们，我们会让不同的版本，会让不同的版本有机会在委员会被讨论，最终的哪一个版本是最让最多委员接受的，这个是最后的决议，好不好？那我希望大家今天好好的回去休息，好好的回去休息。你们想好，如果我们公听会，我们各自的意见，各方的意见要如何表达，好不好？我们很乐意听各种不同的声音，谢谢。好，我们为苏华委员、廖总召、玉仁委员，谢谢廖委员，谢谢徐委员。好，各位，这是一个开始，有两场公听会。苏华委员刚刚说，除了这两场公听会之外，请各位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告诉你选区，告诉你选区的立法委员，请他召开公听会，请他召开公听会，请他召开公听会。请他召开公听会，请他召开公听会。好，请跟你旁边的说，我明天就去打电话。我明天就去打电话。跟另外一边的说，我明天就去传真。我明天就去传真。好，这是一个开始。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公民的声音要被听到，各个区块的声音都要被听到，各个立场的声音都要被完整的表达。那我们里面的青年朋友，我们希望保佑总队尽快将他们送出来，平安的送出来。那今天呢，任务没有圆满达成。我们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盼望的是在这个会期停止审查这些法案。我们盼望的是在下个会期召开至少30场的公听会。各位朋友们，革命尚未成功，大家仍需努力。好，跟你旁边说，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努力。好，这是一个努力的时候。那请各位散会的时候不要往前走，请往林森南路方向，请往林森南路方向，请往林森南路方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请将你自己今天。